陳偉業議員。我主席基本上我是反對這個即是自閹的，這個是即是立法會自己呢是減低自己嗰個嘅自由度同埋個空間。咁同我睇唔到有啲咩理據。你話如果有一啲嘅問題啊，譬如黃國興好仇視呢個嘅拉布嘅，啊好多保皇黨啲議員好仇視呢個拉布嘅，佢話拉布即係阻佢去跑馬，阻佢去飲紅酒食飯咁，咁冇計啊，係咪？佢哋有佢哋嘅即係高尚嘅生活。咁但係即係關於修訂對修再修訂咧，基本上影響係極微。啊，咁即系影响嘅极微，好咁少嘅嘢都要铲除咧，即系令人感到即系好疑惑，即系究竟即系呢一个嘅议事堂嘅存在嘅价值系啲乜，系嘛？即系修订再修订，如果个议员就翻某一个修订，佢认为要作出进一步嘅修订咧，佢就一定有佢嘅理据嘅。啊，你同唔同意都好咧，呢个系佢个权利同埋自由。咁因為每一個議案本身，每一個修訂案本身，可能大家都有啲嘅意見，有啲開頭贊成，有啲開頭反對。但有一啲情況下呢，你諗住如果作出一個簡單嘅修訂，而呢個修訂呢係令到你可以唔改變佢嗰個議案嘅同時，或者可以支持經過修訂之後，經過再修訂之後呢可以支持個議案呢，呢個係一個技術性嘅問題㗎嘛。咁所以如果呢一個空間、呢一個自由、呢個權利都被剝奪嘅話呢，這個自閹我覺得是很過分，同埋亦都沒有任何的客觀的理據咯。咁所以即係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咁多人支持這個嘅建議，係咪？因為你客觀上、事實上同埋過去咁多年這個修訂再修訂沒有產生咩特別嘅問題㗎嘛。冇問題你都要自閹，係咪？這個係即係令呢個整個議事堂蒙羞啊！我覺得，同埋我覺得議員放棄自己嘅權利咧，係感到好即係好憤怒同埋好可恥，我覺得係。